你们好，我叫田明，在斯德哥尔摩工作学院学习中文。前两年，我去云南旅行，去了普高老寨，风景美丽。元阳汉尼梯田是世界文化遗产，普高老的观景。它很有名，梯田的日出令人印象深刻。其中梯田里的水牛尤其重要，是不可少的景观。所以我决定写这张书法。田，普高老，但愿。众生皆得饱，不自累，并我张扬。今有新年快乐！